因将有生痔疮，若是伤过严重，就要做手术。即卖有传统甲微创两种的手术，各有优点甲缺点，咱做伙来了解。这也坐袂住，大便阁有血，遭受痔疮之苦。台湾大约60%民众有这个问题，连医美诊所嘛推出微创痔疮手术。不过医师提醒，有风险性。在手术过程去伤到直肠，造成骨盆腔的一个感染。甚至败血症。郭医师强调，微创痔疮手术造成死亡只是个案，传统的痔疮手术的切除来外地比较较无容易复发，但是手术了必须要待伊三天。微创手术只有切除来地，复原期短，比较较容易复发，可能会出现并发症，影响排便的功能。医师有改良微创手术，伤口原本是完整一圈，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切口，就好像一个橡皮筋圈在那边，我把橡皮筋剪断了。那他的压力就突然释放。微创手术目前无健保给付，敢若是医疗的材料都需要自费，大约是18,000元，比较传统的这手术负担大约是2500的费用。提醒民众应该接受到一种的手术，也是需要医师专业的评估。